今天我不是阿贤，而是一名大魔导师。现在我手里拿着火焰法杖，背上背着蛇神之翼啊！看我的漂浮术，噔噔噔！哈哈哈哈！厉害吗，表妹？厉害，我表哥你太帅了！怎么能够飞起来？怎么变呢？好，现在给你表演一下啊！攻击法术火球术，哦耶！现在有了这几样道具，可以随便欺负表妹了啊！再让你看一下我的变形术，哦耶！变成小鸡。完了，我怎么变成一只鸡了？啊哈哈哈！表妹，我是大魔导师哦，你怕不怕我哦？表哥会把我变回来。表妹，我现在是无敌的啊，你已经再也打不过我了。表哥竟然变成了大魔导师，可恶呀！表哥给你看个东西，时代已经变了，还大魔导师。